从诞生那一刻开始，和和信息便致力于用科技去塑造一个高效、互联、信任的商业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小佩，扫描全能王开发组负责人。和和信息是人工智能加大数据领域的独角兽企业，专注于机器人视觉中的文字识别与理解。扫描全能王是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，拥有近4亿全球用户，是全球下载量最大的文本影像管理应用。扫描全能王将手机、平板电脑变为可随身携带的扫描仪、传真机、文件库。依托于谷歌提供的工具和平台，扫描全能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我是吴宗泽，是扫描全能王开发工程师。很早之前，我们就着手于安卓9的适配，提前去除了一些第三方 SDK 用到的 Apache 网络库，测试并适配了最新的电源管理功能与非 SDK 接口的限制，同时也适配了应用常用的后台服务限制，以前台服务的权限申请。针对可以带给用户更好体验的通知增强功能、UI 平等，我们也进行了全面的适配。安卓 Jetpack 为我们这些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开发组件，提高了大家的开发效率。Jetpack 的 Permission 组件很好的适配了各种手机厂商的权限问题，避免了针对机型的特定适配。我是卜灵壮，扫描全能王安卓开发工程师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通用、易用、好用的效率软件，所以通用能力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。Google 在安卓 8.0 的 MR1 版本中支持了对 HEIF 格式静态图的软解码，并且在最新的安卓派中升级为支持 HEIF 格式的编码解码。HEIF 作为一种新的图片格式，在许多方面优于老前辈，例如更小的空间占用、对动态图透明度的支持等。我们已经更新了对 HEIF 格式图片的导入支持，目前效果良好，并且我们计划在之后的 APP 更新中加入对 9.0 以上设备的导出支持，充分发挥新系统带来的新特性，打造更优秀的系统加软件体验环境。我们期望成为全球最智能可信的商业平台，希望在谷歌新技术推动下，我们可以提供更加高效智能的用户体验，以不改初心的承诺，成就客户的价值。